这里是 Naples Downtown， 今天呢是2021年的圣诞节，我们看到现在呢，这个情况呢是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。看来这个 pandemic 并没有影响大家过节的心情。这个 Lily 小姐呢，本来是我的客户，在这里买了新房子，现在就正式来这里提前安家了。大概明年5、6月份呢，他的房子就会交付。那今年呢，他也很开心。Lily 小姐，你跟我们谈一谈您在那个 Naples 第一次过圣诞节的感觉。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在外面过圣诞节，而且是在一个新的地方。当然就说，因为我买了房子，这房子要明年才交付嘛。但是我来到这里之后，就结识了很多的朋友。然后莉亚呢，她是我的经纪，她帮我买的这个房子。我们现在呢，对，我们现在又成为了朋友。然后我现在成了她的 family， 就是什么Thanksgiving啊，还有 Merry Christmas， 都在她家过。然后我就感觉到非常的不一样，而且包括这个城市，让我非常的喜欢它。因为我一到了佛罗里达，我走了好几个城市，但是我一到这里以后呢，我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。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在这里安顿下来。哎，然后就后来就去戴维看了第一个房子哈，然后就看上了。中间呢还经历了一些。因为这个房子又被别人先定了，然后我又等了过后又再就是花了一些时间才得到的。现在呢，那我很希望就是在明年的这个圣诞节呢，可以邀请我的朋友和自己新认识的所有人做一个圣诞 party， 他是我的新疆。我们都去参加，好啊，好啊。这个李女士呢，她是一个画家，是一个职业画家啊，四川美院毕业的。她来到这里呢，这个 Naples 很有艺术氛围，所以这也是她来这里安家的一个原因。感受到这里的人特别的奔放，就是他们很懂生活，然后有音乐，有爱 drinking， 就是喝酒，每个人都喜欢喝一杯。然后喜欢跳舞，走到每一个地方都会有免费的这个现场音乐，所以我非常喜欢。因为我有时候觉得画画嘛是一个很安静和私人的工作，但是当我想尽情的释放我的时候，我可以找到这些地方，所以我非常喜欢。OK， 谢谢。今天和这个丽丽小朋友，这个丽丽呢，她是来自于 New York， 从纽约过来的一个这个文学博士生。现在如果是买了房子，所以我们做好朋友，所以我们今天一起过年出来玩一玩。我也想叫丽丽谈一谈，丽丽小姐在 New York 过节是什么样的心情？我觉得这里的节日气氛很浓，感觉有一种浓浓的生活的气息，还有一种幸福的滋味。Naples 的环境很好，房子非常漂亮，而且价格也非常的便宜，所以我很推荐像我这样子的年轻人，如果想要有投资的想法或者追求的想法，都可以来 Naples 来购买一个 condo 或者是一个 house。都会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我很喜欢这个地方，本来我是决定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，但是经过这一个圣诞节以后，我决定可能我要搬到这里来，和阿姨还有其他的朋友们一起来住来了。好吧，你是感觉到这里现在年轻人也多起来了吧？对，可以看到了。是我买的那个社区里面，据说就有很多来自加州湾区和南加州的年轻人在那里定居，我觉得是一个对年轻人来说很好的 欢迎你。Naples 大自然是如此的美丽和舒适，Naples 人文呢是友好祥和，丰富多彩。这两年的疫情啊，导致了很多人都搬来 Naples 这样一个漂亮的城市，吸引了不少的这个退休族。那
但是现在呢，这个居家办公呢常态化，有很多的公司职员呢也搬到了这里，所以现在年轻人也来了很多。这种买家的这个需求不断的增加，也导致了这个房源量的供应短缺，那么价格呢也在不断的上涨。这确实是一个市场现实哈。但是呢，对于有这样购房需求的买家来说呢，如果你想在 Naples 拥有自己的一套心仪的房子呢，现在恰好正是时候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新年快乐。今天是26号复活节的第二天，我呢和这个两个妮妮朋友呢又来到了 Tall Brother 的楼盘，因为他们跟我说他们还有一个更高的梦想，就是呢还要在 Tall Brother 的楼盘里面呢买一个随便的独立的 house， 所以我今天就专门带他们来看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这个 house 呢是今年的2月份我帮一个中国买家买下来的，这是一个三房加一个 den 这样的一个很大的 house， 然后是带着这个水井的。那这个房子呢，当时买下来大约是接近70万，但是现在的房价确实是涨了不少，但是他们现在这个楼盘的销售呢，基本上也已经接近尾声，大概还有90套可售房源。他们呢，这个地段呢，它也是现在的新盘里边这个位置特别好的啊，到当趟的地区是20分钟，然后它的这个特点 ，Tall Brother 这个品牌呢，大家也是知道哈，你看，尤其它这个屋顶都是很高的，然后整个的这个建筑质量呢，都是很过硬的，如果大家对这个楼盘有兴趣呢，现在还来得及，价格是一个可以比较 reasonable 的价格，现在，但涨幅是有一些。这是他的一个客卧，这是两个客卧共用的洗手间，然后这边是前面的一个客卧。
这是他前厅。这个房子大概还有两个月就完工了，他已经约定好这个 close 是 February。然后这边呢是他的一个凳。啊，这里是另外的一个洗手间。然后这是他的 laundry room。然后这是他的车库。那这个车库后面还带了很宽的一个可以放 cabinet 的地方。它这个客厅也很宽，然后这些屋顶也都做了那个吊顶处理。然后这个厨房是就是非常的宽。这块是他的餐厅的地方，他这个整片的这个玻璃窗，这都是 impact glass， 就是可以防飓风的。后面是湖景温泉。那这边呢，就是他的主卧。这是厕所，这是 closet， 哎，这两边的男女两边的，哎，这边就是他的主卧，这个主卧开门可以进到后院，然后这个主卧，这个淋都是淋湖的。我们再看看他主卧的洗手间，这是他的这个 vanity 很长的，